哦，来这三年哈，所以都到处能够来拜托，不是只有南投，还有连高雄都有，所以他把这个场地设在指南宫是很恰当的。那我们指南宫土地公土地婆也非常欢迎。最重要就是我们指南宫附近哈，卖茶的、卖地瓜包的，还有卖地瓜的，应该是竹山镇最多的地方。就在这边呢，可能是也到竹山的这个产销中心了、啊，就是我们指南宫附近这边。再来就是我们土地公土地婆有交代，我跟大家讲，店头那家哈，参观要走一定来拜托你公土地婆。啊，大家好，来吃！你点托你讲托你婆哦，必有大家平安、快乐、健壮啊，就是趁钱。啊，而且现在破发了，大家拢生意也真好。而且土地公、土地婆祝福大家，好、哦，谢谢。